卷展示了古代战场的壮美，其中晋鼓作为六鼓之一，代表着协作与警戒。这首音乐作品要求演奏者拥有高超的技巧，大鼓的声音如雷鸣，排骨则似狮吼，呈现出古代战场的壮美，传递着吉祥繁荣的祝愿。这首乐曲将是由作曲者兼打击乐专家曹阳老师与他的女儿曹雨田共同演绎，而且啊，这是这部作品的世界首演，有请他们。Thank you.